佛教寓言故事018。救楼魔刀狱。昔有一人，贫穷困苦，为王做事，日月经久，身体羸瘦。王见怜悯，赐一死陀。贫人得以，即便剥皮，衔刀顿固，求食欲魔，乃于楼上，得一魔食，魔刀另立，来下而包。如是烁烁，往来磨刀。后转劳苦，但不能树上，悬陀上楼，就食磨刀。身为众人之所嗤笑。犹如愚人，毁破境界，多聚钱财，以用修福，望得升天，如悬骆驼，上楼磨刀，用功甚多，所得甚少。